说现在晚上有点凉爽，但这么热天气，大家还是愿意就是出来这边听我们演出啦，是蛮热，真的是辛苦大家了啦。那今天这个活动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活动呢？对，喂，在哪里？你等一下来找我，嘿，我们加个 line， 一定有好看的给你。啊，你要找我，因为我看不到你。啊，对，今天这个活动就是彰化艺伎。那我们谢谢我们的彰化县政府，还有彰化县文化局鹿港镇公所来办了这个活动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把艺术的气息带进鹿港，然后也让大家可以来走访鹿港，更加认识鹿港这样子。好，那因为时间有点 delay， 其实我准备了蛮多的啦，那我们就不要讲了，好不好？反正就记得，这个活动它是到下个礼拜嘛，然后有一些市集啊，然后几点抽奖干什么的，大家上网去看一下。好，帮他们广告，就是我们帮这个活动广告一下。我在下个礼拜就最后一次有一个那个工作坊的活动，我看那个名额好像都满了。那还是有一些微一点点的名额，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趁这个机会去体验一下。那如果你想要知道那个报名网址，我们服务到底，来找我，我把网址给你。好，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？大家看到台上这些黑衣人，知道是谁吗？对，我们是这样子，我们平均年龄是18岁。对，我16岁，大家记得，等一下可能是有奖征答的，好，好，那我们正常来讲，我们都会说啊，我们活动即将开始哦，请大家干嘛干嘛干嘛，我们可以录音、拍照、录影啊，但是你要拍照，我要讲好，你要把我拍漂亮一点，要我腰线，然后腿要细一点，记得开美肌，也可以直播，都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没有任何限制。然后这时候呢，我们就会说好，那我们就邀请我们的彰化青年管乐团。然后通常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人，因为我们都会说欢迎指挥嘛，然后就有一个人拿着乐器，然后就很尴尬，怎么样？哎，我不是指挥怎么办？反正那个人就是我们的首席。那今天他已经坐在这里的啦。我们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会先做调音。那我们为什么要调音？因为我们想要带你们上天堂，不是带你们下地狱。我们来示范，你们想要去地狱走一下吗？我们请他们示范一下怎么去地狱。准备好了，我们要下地狱了，安全带系好哦，来踢哦。糟了嘛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带大家上天堂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我们的首席帮我们调音。有没有大家在天堂？对，好，我们现在就在天堂听音乐会啊，哈。一首曲目叫做欢迎进行曲，就是欢迎各位来这里一起跟我们度过这一个晚上。那这个作品呢是约翰菲利普苏莎的作品，他的名字很长，我们就叫他苏莎。